德国吉诺电子股份公司主要从事于制造及销售应用于工业、配电和铅盐等领域的大功率电阻器。在企业自己的铸造厂里，通过运用特殊的工艺制造出铸铁电阻元件，并为下一道工序的处理做好准备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除了机械特性外，电器性能显得尤为关键。在配有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装配车间里，我们制造出了高品质的电阻器。这些电阻器主要用于配电和驱动工程等领域，而这些领域对操作安全性和可靠性的要求相当苛刻。紧凑型电阻适用于制动功率小的设备。吉诺所有的产品在出厂之前都必须100%通过产品合格检验。吉诺生产的钢栅电阻片先由专业的数控机床冲压成型，然后通过折弯、包边等一系列全自动工序制成。电阻器是通过部分自动化装配系统来进行装配，另外电阻器上还配备了必要的电器连接。最后组装完的产品在通过常规检验后进入包装和运输流程。吉诺的钢栅电阻在配电中压装置中也可以作为滤波电阻来使用。除了生产电阻片，吉诺也生产所有的箱体组件。吉诺在自己的工厂拥有专用模具和数控激光设备，通过冲压、剪切和折弯等工艺来制造箱体组件。在机车应用领域，吉诺采用耐腐蚀合金材料，通过栓接、铆接等技术制造出高质量的箱体。这种高品质的产品完全能符合耐冲击和震动的最高要求。6GNE 带状电阻是通过点焊把电阻带和电阻排连接而成的。另外，吉诺也生产 3PQ4 系统的连续电阻带。每条长度可达30米的电阻带在被冲压以后，接着被折弯成弯曲的形状。通过我们特殊的绝缘设计，使产品能适应较高的操作温度，从而能设计出更紧凑的电阻。